Leo 聊世纪，天天都个金。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要来看法兰克人对上玛丽人。这场比赛是海军上加二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总冠军赛。为什么没有 Viper 呢？因为 Viper 已经输给了 Dot， 然后 Dot 又输给 Jordan， 那 Jordan 就一路杀进了总决赛里。那他来了跟 ACCN 来争夺冠军的宝座。那我们就稍微来讲这一支在总决赛里面打的比赛吧。好，那来看一下这个野猪。好，这个野猪一开始蛮快的，很可爱。好，那这张地图一开始的开局方式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模式呢一开始是九村的，所以前期的一些经济配置可以提早去挖木头，然后去下伐木场，然后去提早去吃猪，好，都没有问题，因为你不用从三只村民慢慢升，然后一只一只慢慢补，在前期的这个过程会缩短蛮多的。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文明。那文明的部分是法兰克人。那法兰克人最大的特色是有免费的农田技术，而且他的骑兵呢有 20% 的血量加成，但是不能研发品种，所以在封建时代跟城堡时代并不会有优势。那封建时代的话，虽然血量多一点点，但是只要对手有一点品种的话，甚至可以超越法兰克的骑兵的血量，这个是需要注意一点的。那法兰克人呢后期的搭配组合通常是打192游侠配上这个骑兵，然后再打一些火枪火炮，会比较适合法兰克人。那法兰克人的城堡也是很便宜的关系所以有这个法兰克人城堡推的战术，那这个我们不细讲，后面有看到我们再来继续解说。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玛丽人。那玛丽人最大的特色呢是他的挖金速度特别快虽然没有像土耳其这么快，但是它的黄金矿可以挖的比较久一点可以再多挖 10% 像这艘黄金有3200黄金，再增加 10% 大约会多挖的大概3520左右的黄金所以它总体挖黄金挖到后面是可以越多会比对手多这么多黄金出来所以像这种地图有黄金大部分都是散落在角落的时候去多拿一些黄金优势会非常大。那这张地图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有点怪怪的，这个黄金怎么都是在右边然后左边这里一点黄金都没有，这个比赛地图平衡做的似乎有点怪怪的。然后我们回来讲文明那玛丽人呢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这个彪悍精神，那彪悍精神呢可以让骑兵多加武功那他的轻骑兵啊还有骆驼甚至这个重装骑士都会吃到这个效果。重装骑士是19攻，骆驼是14攻，轻骑兵也是14攻所以不管打什么马厩单位呢都可以造成不错的效果。那同时玛丽人也是很害怕这个骑兵单位的，那法兰克人也是有骑兵的，所以玛丽人的后期是有可能会搭配飞刀女猎手他的城堡单位的城堡保兵来做一个反制那飞刀女猎手呢是非常适合打步兵的一个选择，那同时也是很适合打骑兵的一个单位呢，因为他的飞刀女猎手伤害计算是计算近战伤害而不是远防的，所以打起来特别痛那玛丽人的后期组合是飞刀女猎手跟自己的重装骑士、骆驼还有轻骑兵为主的步兵方面的话也可以打这个剑兵勇士，但是他们有三攻，所以近战互砍的时候可能会砍输人，但是他是玛丽人每升一个时代的时候呢步兵防率都会多加一所以他其实打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一些工兵国配上这个装甲步兵的剑兵系的步兵，然后再配上一些彪悍精神轻骑兵，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肉，然后可以 counter 对方工兵，所以算是玛丽人三种兵都可以打，只有工兵不太行工兵就只能靠这个飞刀女猎手。好，那我们看到两边都已经升到了封建时代。那 ACCN 呢这边是打了马厩。那 ACCN 这位玩家是越南第一高手，所以他这边能挤进冠军赛我也没太意外他真的是有这个实力那越南的地区的玩家们大部分都是玩一代的。那我在想说如果像 ACCN 之类的玩家越南的玩家们能拿到冠军的话，说不定可以让很多越南的玩家也来玩世纪帝国二，那我们世纪帝国二的玩家就会越来越多了。那以世纪帝国这个系列来说，二代还是比较主流的，虽然三四代也是有人在玩，但二代的人蛮奇怪的，越来越多人在玩了这个成长的人数
这几年哦，越来越夸张，应该也是一直有在办比赛的关系啊。但同时也是有很多前辈们哦，一直在做这个《世纪帝国》的影片哦，像最早的 Chip 啊，然后再来就是安迪啊，安迪的游戏频道、啊，还有这个韦恩哦，啊，韦恩也是非常努力在推广《世纪帝国》的一个极大帮手。那他的比赛直播影片哦，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去看一下。那这场比赛我也是没看过，我很少去看韦恩的直播的原因哦，是我不想被剧透啊，所以我在为了播比赛的关系哦，所以我很少出现在别人直播间里哦，除了天空熊啊一些比较熟的人的以外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 ACCN 哦这边法兰克人哦拉了三只的斥候已经过来了，那你看法兰克人一颗显然是54滴血，配上玛丽人只有45滴血哦，大概差了9滴，那这差9滴哦就可以多扛大概一刀吧啊，多扛两刀才对啊。所以玛丽人这时候打的话很容易打输，还是按先枪面来防守。Jordan 这边打的还算是不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比较有问题的是哦，他这个地图防守范围太广了，要防的地方太多，所以他现在围哦围的有点痛苦啊。所以他前期哦不太能用自己的刺头去外面打架，只能先打个防守。哇，结果一出去就送掉一只刺头，这个没有控好，没有办法啊。那后面这边稍微再围一下、哦、就可以围晚了，就直接靠城镇中心的箭矢来防守、啊、那这个围大了一点的好处、哦、就是果子可以轻松采，然后空地也比较多一点、哦、待会要下一些建筑物啊防守会比较好，但缺点就是围的太大了，前期的防守成本、哦、会太高了，所以这个是玛丽人、哦、Jordan 这边前期需要先做一个防守动作，后期拢起来之后再转守为攻会比较适合现在Jordan 的处境。那法兰克人这边则是自己家里蛮好围的，而且也是大围了起来，那他本身就有这个一级农的优势哦，所以经济上来说以目前现阶段来说是比玛丽人还要好一点点的、哦、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哦、但是他吃果子又特别快、哦、所以就真的是一点点，因为果子也是吃完嘛，吃完就没这个夹层。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右边这边盖了一个城门，好，要来想要把这个口给堵死。那通常围死的一个做法就是要来打直城，就是要来升城堡 style， 好，没有要来打封建的意思。那法兰克人这边也是把自己围死哦，所以 Jordan 也知道哦，对方也要上城堡了。这个算是世纪帝国的一个，算是蛮直觉的纳什均衡的一种吧，就是你看到围死哦，就是知道哦他要干嘛了，干嘛了。通常不会藏其他招，什么在里面藏马厩啊，一堆工兵之类的，有是有，但这种藏的话，被化解的可能性也是偏高的，很容易被解下来的。所以只要玩家们哦，你只要看到对手围死哦，你就知道哇，这个一定是要来上打城堡时代的。那这时候你就不要出太多的兵了，因为你出太多的兵的话，也有可能你打不进去之外啊，如果被对方守住，然后被打出一个时代差哦，那就会很痛苦了。封建打城堡是最难受的一件事情。你城堡打帝王可能还有机会可以守得下来甚至逆转，但是封建打城堡实在是太困难了、啊、虽然也是有这个案例、啊、但我觉得这个是幸存者偏差吧。封建打赢城堡、啊、这个是有点、太难了、啊、好，来看一下玛丽这边会怎么打。玛丽这边也要上城堡 style， 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那先点城堡时代是法兰克人，那 Jordan 这边由于围比较大的关系慢点了一点点，但还是能接受，时间并没有差太夸张，只差了一分钟左右。那玛丽人初期上城堡时代、哦、打法还是比较偏向于出骆驼跟骑士的混搭、哦、那如果看到对方出这个骑兵哦，枪兵疯狂防守啊，就会转一些保兵啊，或是下射箭场出这个战矛兵啊，或是弩兵做防守。好，Jordan 这边两只枪兵看到法兰克人开下 TC， 这边也有一个，好，三 TC 开农。但这时候 Jordan 是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几 TC 哦，我不确定这只刺候有没有看到。如果他有看到对方三 TC 的话，自己应该也会先赶快开 TC 哦，去跟上，不然就是要来打强军事了。好，那 Jordan 这边是有挖石头的、哦、这边挖石头先把城堡盖在了右边，这个顺便守一下这一块附近哦。好，这边先升一个轻骑兵想要来争夺圣物、哦、修道院配马厩轻骑兵、哦、这个打法算是蛮像竞技场的一个做法的。竞技场的话都是打轻骑兵然后配僧侣的。
因为轻骑兵对于僧侣有额外的增伤之外，还有抗招降的能力，所以在于对于获取这个争夺圣物上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反制方法也是很简单，你只要出一些对手也是出一些轻骑兵啊，甚至配一些重装长枪兵哦，来反制也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投资成本可能会太高，所以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两边都是出轻骑兵，然后出僧侣互相招降防守的部分。但玛丽人这边直接出了飞刀女猎手啊，那飞刀女猎手这次改版，不是这次改版，上次改版有增加血量，以前血量只有35滴血，现在变40滴血，比较好用了一点。然后到了这个精锐版本哦，还有这50滴血可以用。整体上哦，这个生存能力哦大幅提升了很多，不太容易被这个工兵哦直接射爆了。因为飞刀女猎手是很害怕工兵单位的，还有这个弩炮啊、头车哦，在之前是很怕的，但现在已经变成40滴血了，头车被打一发哦也不会直接倒地哦。好，这边僧侣直接是招开招起来，直接招到了一只、两只、三只飞刀女猎手直接被招走。想要剩下的飞刀女猎手去收掉老头有点困难，老头活下来一只，三只飞刀女猎手原地输出，造成大量的伤害。Jordan这一波的僧侣争夺战打输了，但是又补了三只过来，又撞到对方，但是没有看到。好，这边城镇中心右边补下了一个，但这边一只有轻骑兵在巡逻，想要赌这个圣物，但有可能会赌到这个来盖城镇中心的村民了。好，那这边骆驼被收掉。那目前看起来两边争夺是争夺蛮凶的。好，那圣物这边还有一个。那看起来圣物分布是对 AC 线稍微有利一点点，因为圣物都偏靠近他。三个都在他家附近而已。好，这只轻骑兵果然抓到村民，抓到一只而已，还能接受。我发现这张地图的圣物其实蛮多的啊。反正是比赛地图，不是五个圣物。那这张圣物看起来是有点平衡的，并没有偏向谁。但是金矿来说的话，是偏向于玛丽的。这玛丽有这么多黄金，真是对法兰克人来说是一大坏消息啊！这个太惨了。好，飞刀女猎手过来想要劫，但是没有站好位置，正面这边直接开打。好，这边收村，想要阻止对手盖城堡。这个城堡应该是能盖得起来，但需要一点时间哦。僧侣要稍微招降一下。玛丽人这边有个做法，就是直接让他招，然后去硬拆哦对方的城堡，好像这样子。OK， 果然让对方直接取消了，然后盖在更安全的位置。好，这边顺利把里面盖城镇中心的村民全部收光了。目前由 AC 先92村领先对方 Jordan 69村。69村我也是很喜欢的啊。好，那手推车点下二级农，待会也可以考虑补一个啊，让经济更好一点。因为玛丽是一个很吃肉的文明哦，这个二级农、二级木哦，早点点下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是工兵国的话，不点二级农我觉得还好说，但骑兵国来说点二级农还是比较好一点。好，骑士这边直接爆砍，哇，你看直接喷血啊，好惨！骑士打飞刀女猎手很痛，四刀就可以解决，因为飞刀女猎手一防都没有，所以法兰克骑兵哦也不用升攻击力哦，只要四刀就可以带走了。好，那目前看起来，凡客人打法还是比较正常的，并没有出一些怪招，就是用骑兵僧侣，然后先慢慢浓上去，打一个偏浓打法。好，飞刀女猎手直接收掉。OK。好，下方骑士稍微绕一下，看能不能拉到一些洞之类的。好，这边看来木头快要挖穿，但是 Jordan 有在提防，看到骑士过来，直接围了一个。好，把这个东西补下。好，这时候 AC 是让我点一下帝王时代，二级防也补了。哇，这边时代领先，大概领先可以又是一分钟吧。啊，好，这边玛丽人也要补帝王时代，看两边是要打后帝王。两边都没有，我要做一个打斗的动作，先稍微快转一下，看一下两边会怎么打。
哦，就在这时候把城堡往外盖了出来，上帝龙时代想要先行先发制人。那法兰克人这边可是已经在爆骑士了，想要来打192游侠吗？好，从你这边招一下，可以招到两只飞刀女猎手，应该没问题。OK， 招了就跑，但是应该跑不掉了，飞刀女猎手直接补了上来。好，全部收光。好，这根城堡像被骑士跟飞刀女猎手打，赶快来支援一下。好，瞬间反击成功。OK， 法兰克这边骑士损失了一些。但是又来尝试做一个包抄，想要阻止对手。AC 线这边不管飞刀女猎手伤害，直接硬砍。好，现在骑士有一攻了，打错面只要四刀。但是城堡终究还是盖了起来。玛丽人这时候补下了一级马凯，地龙时代还有30秒。法兰克人直接算了重装骑士。那玛丽人这边就很简单哦，升马凯，然后转这个重装骆驼，彪悍精神点下去，对方192游侠就会被压制住了。好，骆驼许按，法兰克人在前线再补下一栋城堡，想要来双城堡出巨型投石机。然后同时也可以阻止 Jordan 这边挖石头的村民哦。骆驼开始补了过来，今天有机会可以看到192游侠吗？希望是可以哦，因为法兰克人不打192游侠没什么优势哦。那个骑士也只有144滴血，比一般的骑士多了4滴血而已哦。好，这两只骑士中找到了洞啊，钻了进去，直接开敲村民，但已经在城镇下方、城镇中心下方开打的关系哦，还是会被射死。还没有三级反哦，所以射起来是有点伤害的。好，过来看一下这边的打斗。哇靠，这个直接硬砍，飞刀猎手后面完全输出，也是收掉了一些重装骑士。那以资源来说的话，骑士这边是亏的哦，但是能拆掉对方的巨型投石机哦，让对方的攻城速度变慢一点哦，这是件好事哦。好，拉了几只骆驼来到右边，想要扫村民 ，AC 间的反应也是很快速。这时候补下了彪悍精神，还有骆驼攻击直接7+5，哇，12攻，打村民只要4刀。还有后面有城堡，这边守住应该没有问题。好，彪悍精神好了，7+5。好，这时候法兰克人很聪明的点下了骑兵，因为法兰克人遇到骆驼的情况哦，都是重装骑士哦，游侠配骑兵的打法是偏多的。那这个打法也很适用于哦所有的马国打这个战术，骑兵配重装骑士哦，还有这个游侠是最适合马国的这个做法。但 AC 线也很懂这个道理。那玛丽人这边补下了三级马凯，三兵技术也补下。飞刀女猎手这边可以考虑要不要去点一下这个精锐哦。但我觉得精锐投资成本有点贵哦。现阶段来说，感觉不太需要。但如果对方直接爆一堆疾病的话，就可以考虑点一下了。好，这边重装骑士上篮硬拆掉了 Jordan 的两个巨型投石机，这一波反打打得不错，虽然法兰克人损失了一栋城堡。然后方骑士直接硬追巨型投石机开拆，哎呀，拆掉了。好，那骆驼在上方直接走了进来，这一波开砍，哇，这波会伤到 ACCN 的主命脉啊。但是目前经济来说，还是 ACCN 这边领先的、哦，法兰克这边村民数领先137村左右啊。来，玛丽这边村民没有继续补，刚刚停了一下。我出兵，但这边飞刀猛猎手加骆驼反打了回去，打爆了一堆老头跟一些重装骑士。这根城堡可能爆了，救不回来。好，右上方巨型投石机一头慢慢拆掉了。飞刀猛猎手现在法兰克人有点难打，因为法兰克人是需要一些重型器械哦，例如火炮啊，或者是火枪哦。
甚至出一些投石策，才可以比较有效克制对方的飞刀女猎手。但火枪互打的话，只有射程上优势。好，这边直接硬吃了剑士伤害，飞刀女猎手倒地非常快速。飞刀女猎手就是怕剑士。OK， 这波拉打，彪悍精神骆驼把法兰克的重装骑士给打爆了。法兰克人这边肉量完全不够，想要点192游侠非常困难，经济一直被彪悍精神骆驼到处闹。这边想要手下只能靠骑兵，但骑兵需要肉，农田又被踩住，没有肉可以按骑兵出来，这个两头烧啊。玛丽人这时候补下了步兵的铠甲升级，来剩下飞刀弩猎手，那飞刀弩猎手是步兵线的，所以要剩下这个步兵铠甲，它并不是工兵单位。两个巨型投石机有机会，应该是拆得掉了。虽然修的村民很多，哇，他这个是拉多少？20个啊，那修不回来，啊，那修得回来。这个你要三巨头才有可能。我们的影片常在讲，三巨头就能搞定一些，这个没有三巨头就很难搞定了。好，这时候玛丽补下精锐飞刀女猎手，但法兰克人这边修城堡也是比较便宜一点点的。所以也没什么关系，就慢慢砸。这边只要争取到一些时间，家里守住，好，就也没这么困难了。好，这边骑兵没有控好，骆驼也没有控，两边直接互戳，剩下两只跑掉了。但是玛丽这边的金矿还是非常多，到处有这个小小的冶金可以挖。反而是 AC 线这边黄金可能快要不够咯，这块金挖完可能就要断命脉了，这是他最后的金矿处了，还有后方一块而已。好，这时候玛丽转出了火炮，哇，很难受啊！有火炮打骑兵也是很好打，这边先稍微拉打一下。骆驼上高地想要反打，火炮直接炮击重装骑士，重装骑士直接残血。这一波玛丽又上到了高地，想用骆驼高倒地的伤害直接砍爆了法兰克的正面部队。法兰克人这时候买卖一波，但是也没有用，打出了巨巨。哇，这一波来得太快了。这个 ACCN 虽然经济上是领先玛丽这边的，但玛丽后期这些矿一直变成他的，也没有办法打得赢哦。而且以实际上来说，玛丽确实也是有点克制法兰克人的。法兰克人这边要打赢的方法实在是不多，在面临要断金的情况下，还想要打赢玛丽人，几乎是没有可能啊！真的是。Jordan 这边打得很好的地方是，他左边这些冶金冶矿也是控图控得很好，所以一直没有让法兰克人有机会去来挖这些金哦。那确实法兰克人也没这个本钱哦，来过来硬挖，毕竟来硬挖的话直接被抓爆，也没有能力去防守这些冶矿的部分。那目前看起来 ，Jordan 哦，他的打法还算是比较稳定哦，还是有点像偏 Viper 这种感觉。那看起来这场比赛最大的原因哦，我觉得是矿产资源分布不平均的关系哦，蛮意外的哦，有一个正式比赛啊，这个地图却有这种不平衡的情况出现了。照理来说，这边应该也烧一堆黄金才对了，但没有啊，还是他这边是给他的一些石头的关系 啊，不太确定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哦。经济的部分应该是由 Jordan 这边拿下了一些胜利的啊，因为虽然法兰克人刚刚村民数有领先哦，但他这边后期哦有一直被骚扰的关系，所以农田没法正常营运哦，所以造成经济上一定会有一定的损失。那生物的方面呢，则是由 Jordan 拿下了8个生物，总共有11个生物啊，哇，这个比赛地图的生物有够多的。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这。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各位，拜拜。